下面呢，我们来隆重揭晓获得2021 SOHO 时尚盛典十年特别荣誉之十年进取人物的是张晋，恭喜，名至实归。恭喜张晋。SOHO 时尚盛典十年进取人物张晋，志不求易，事不避难，迎难而上，知难而进，这是从小刻在骨子里的武魂，也是推动他演艺路上披荆斩棘的那一口气。十年进取人物张晋。请几位一起合影。Let's take picture together. 谢谢。那我们也请张晋哥哥跟我们分享一下十年进取。其实像刚才燕晨先生说的，一直保持进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您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？可能因为我以前是职业武术运动员，所以这个而且我以前的一部电影叫《一代宗师》里面有一句对白，我觉得特别适合现在我想说的，就是宁可一丝进，莫在一丝停。那我在练武术做运动员的时候也是，就是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。就是不能说到了一定的地步或者年龄之后就停在那儿了，那其实你停的时候就是在退步。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从小做运动员的原因，就没有让自己停下来。因为这个是不管从心态上或者是从你的行动上面，他就会一直去左右你。包括现在我结婚也是，我的家庭的感情也是一样，就是好像妻子和孩子他们并不是说你是他们的丈夫或者爸爸，这个身份就理所当然他们会给予你一些，其实也要不停地进步去给予他们。这段说得太好了，我建议所有的女生把这段分享给自己的男朋友和老公一起来看一下。而且其实像刚才张晋哥哥说的，就人生当中很多时刻不进则退，我觉得其实在感情的经营上面也是这样。是的，是的，就是让感情一直保鲜也是不进则退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什么秘诀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也让广大的男生一起来学习一下？不敢不敢，我就是在我的婚姻当中就不敢说老夫老妻这个字，就觉得老婆我太太知道永远是初恋。对对对对对，就保持那个进步，进步的心态，保持进步的心态。那也能不能请张晋哥哥跟我们分享一下2022接下来有什么样新的一些进取计划呢？其实接下来这一年，我2021这一年我比较忙，也是可能是我之前没有尝试过的很多的事情今年都做了，那明年也希望在不同的领域都有不同的尝试。对，做自己一个艺人应该做的吧。谢谢，再次恭喜张晋，谢谢。谢谢。获得2021 SOHO 时尚盛典十年特别荣誉之十年风尚人物的是蔡少芬。恭喜。恭喜。SOHO 时尚盛典十年风尚人物蔡少芬。事业得意，家庭幸福，外形出众，演技精湛，无论哪个时代她都活成了当代女性最美的模样。十年风尚人物蔡少芬。娘娘太美了，她怎么可以这么美，怎么可以这么美。张晋真的好福气。是的是的，她真的很好福气。娘娘说，我说张晋好福气，娘娘说是的是的。娘娘说她也觉得是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她真的好幸福。我也很幸福。首先我要在这里谢谢SOHO，颁那个奖给我。我真的觉得自己一定要继续努力，真的不要给身材走样。然后你不会的，是吗？我也有信心，因为我们一定要很进取，真的要把自己做得最好，才可以守得住自己的家，还可以守得住自己的工作，所以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。谢谢SOHO，也谢谢张总，谢谢你。
我觉得，我觉得我这么看过去，我跟做梦一样。对，怎么可能有一个女孩，她古装是那么美，到了现代，电视这么美，更美，这么闪亮，这么时尚，然后好神奇哦，普通话还这么幽默。真的谢谢你啊，太会欣赏我了，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要把最好的留给观众，所以我不会改的，放心。嗯，一定会持续给我们带来快乐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最开心最快乐就会身体健康，因为喜乐的心可以是最好的良药，让每一个人都快快乐乐是我心愿。娘娘，2022年有什么新的计划吗？哇，太多了！2022年，我有很多计划，慢慢，大家会看见啊。现在我也在努力中，所以希望大家拭目以待，好好看我的蜕变。好的。对，我们都希望2022年这个疫情赶紧结束，然后我们大家都可以有更自由的空间，可以去到哪里，去有更多的工作机会。是的，是的，因为其实这几年，就是这两年我在内地，我都去了好多内地非常好玩的那些民宿啊，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啊，莫干山啊，还有就是通州啊，好多地方我都去过。我觉得中国实在有好多地方值得我去继续探索的。只要大家身体好，然后疫情快点过去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很自然的就去到每一个不同的地方，可以欣赏每一个中国美好的风光。是的。然后刚刚张静拿到了是我们十年进取人物嘛，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在新一年他还可以继续进取的方面？他这个人已经很进取了，所以不用再进取了。现在就这样，不要说什么那个啊，老夫老妻就没事了，你放心吧，老公哈，你不会给人骂的了，放心啊。恭喜娘娘，谢谢，祝大家生日愉快，然后身体健康，快快乐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